比较有感情的歌送给这位姐姐好吗？好，我们送一首这个《新不了情》送给大家，这是也是一首老歌哈，稍微比《不了情》还要新一点的，也就叫《新不了情》哈。新不了情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
哇哦，这首歌你看唱下去以后，他们品出来茶就变更好喝了。你说那个茶，茶也可以听到那个更清香了一点，更清香。对啊，又好听又好喝，今天真的是开心的哈，天气又好，对不对？我们的主持人姐姐对不对？今天天气非常好哈。除了天气好之外呢，汤文小姐，我要特别告诉你哦，虽然大家在喝茶，但是他们的耳朵都张得很大，耳朵张得很大，太好了，大家都听到你在唱歌了哦。好像多了好多粉丝哦哈，很开心哈，对不对？今天有收获。直接到我的粉丝团疯狂按赞一下。好。